水果黄瓜啊，可以选3斤、5斤都可以。我这个已经被我吃没了好多了，因为我又拌那个面皮儿啊，拌凉菜啥吃，蘸点酱。水果黄瓜，看那小羊。你有一笔新的模块订单，就是咱们平常去某捞等位的时候，他不是会给你拿黄瓜吗？就是那个黄瓜，如果你要是减脂期的话就蘸油醋汁。还是蘸酱比较香。这个黄瓜特别嫩，看两个，这个人没洗，这个是很好吃，特别脆，而且一点都不辣，给你们带冰袋发货的都是。